美少女梦工厂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九零年代的玩家们来说，应该不只是熟悉，甚至还在青春岁月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而在这个培育女儿的模拟养成游戏系列作中，又以1994年所推出的《美少女梦工厂二》人气最高，堪称为经典中的经典。就算在20年后的今天，依旧是魅力不减。就在这次的韩国 G Star 展中 ，Endgame 宣布将以二代的世界观与系统为基础，打造全新的 3D 手机模拟养成游戏《美少女梦工厂 For Kakao》。到时候大家又能够与可爱的女儿在手机上来个最亲密的贴身接触，安排各种打工与学习的行程，站上各个领域的巅峰，一起迎向幸福的人生哦！喜爱美少女梦工厂的粉丝们，千万要留意游戏的后续消息哦！